的时候，猜猜我们在哪？海南，这太明显了。看这大燕子，因为现在是旅游的淡季，我们来的机票只要200块，然后我们今天住的民宿700一晚。猜猜有多大？因为你们没有看错，这栋楼都是的。进门先是一个泳池啊，有钱人都有私人泳池。这边是厨房加客厅。老高了，括号186啊，太爽了！这太是我想要的意思风了。一会儿到酒店先去睡觉，一会儿他醒了，我们要去海滩玩。看我这衣服都换好了，但是朋友们，三亚那是我的主场。大家还记得括号老师开玩笑说我皮肤很黑吗？他总觉得自己特别白，而且是晒不黑的那种。我白的反光，老有优越感了。这次我直接把它创飞。这个玩意儿叫美黑膏，就是它会加速你在太阳下晒黑的速度。就平常你晒一天黑，你用这玩意儿晒一小时就黑了。那可能你用完美黑膏就跟灯罩似的。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，因为这玩意儿停用一阵子，你也就白回来了。就因为括号他根本不懂什么防晒乳、身体乳、隔离啥的，今天我们就用这些玩意儿给它烤成黑金脆皮鸡啊！今天把神奇的美黑膏替换进我买的咖啡磨砂膏里。妈呀，这质地绝了，完美。然后我其实还想了一招，就一会儿把这脱毛膏替换进身体乳里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觉得它黑了之后，它身上又是毛毛的，感觉会有点吓人。黑熊吗？所以提前给它剃了吧。真的很想看看光溜溜的郭浩呢，晃一晃。又完美了，瓜，快点，我们要去海滩了。嗯，收拾。先上个护肤乳，好吧，我给你上上，你自己上。这啥？身体乳，带防晒的。那你帮我上，可以啊。蘸取一点，直接涂满全身，等10分钟。这玩意儿吸收的还是啥？它是一个保护膜，你知道吗？就跟你像奥特曼一样，它给你身上留了一层光，保护你。嗯，现在应该差不多了，我给你把膏刮了哈。有点不忍心了。好光滑哦，宝宝，这个手除了猫爪印外也好光滑哦。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，我觉得我现在体感温度降了得有10度。直接雇佣起来，走啊！这影响啥呀？这影响我跟裸奔有什么区别？胳膊上都没了，咋了？这毛对你有这么重要吗？从小跟我一起长大。你放屁！你毛都换了几轮了。我的天哪，太美了吧！刚才那段给你加个猴王出世的 BGM。 你在干什么？这是掉下来的吗？那既然来都来了，给你做个 SPA 吧，这专门海边用的。你看，你检查。刚才我那不也检查了吗？啥用啊？咖啡磨砂膏，你闻是不是有个咖啡味？你知道咖啡都是要烤的吧？嗯。它把你的全身涂满后，要用阳光去晒。低温慢烤呗。就是用你的这个身体把这个咖啡渣给弄熟以后，你的皮肤就会特别细腻。咖啡渣会把你身上的不好的东西带走。科学吗？它能带走我的老婆吗？你赶紧的。那要脱衣服吗？你把上衣脱了吧。不是，你这样看着像烤的。无语，明明是盐水呀、啊！好了，干正事，上美黑膏。我也没感觉出来有咖啡渣呀、啊，它都是磨碎了的。上去之后怎么感觉颜色那么像酱油呢？咋，我给你腌了呗？真像烤鸭呀、啊！脸上是必须涂的。结果还没抹完，人就睡着了。不是，你的涂然后手黑了，我都不敢想他醒来会是啥样。加大剂量，再上一层。真疼。完了，朋友们，那真冲不掉，我服了，我不会真晒黑了吧？更奇怪了啊，现在变绿了，那绿巨人呢？掉不了一点，太顽强了，晒了几个小时后，把衣服穿上，这海水没法洗，回家洗吧。我求你了，你笑一个吧，哥。不是，问题是我没给你涂匀，你这脸上晒的还黑块红。那烧焦了呗。你现在是焦糖色，不好，特别有魅力，你知道吗？更帅了。对，特别帅。没事儿，你看我的手不也黑了吗？我下午手还是绿的。哎呦，你个小黑皮兔更可爱了，是不是？有巧克力味，我就喜欢这一款。你看，啊，你打吧，打吧，打吧，打吧。挺好的，真的，这个肤色特别的不一样吧，你跟这个世界都不在一个图层了，散发着一种野性的魅力。不听不听，很多人特地去做这个的，这个美黑它是非常非常流行的，现在前提是人家涂的匀啊。那要不这样，重新晒，告诉我咋洗掉。不是，这玩意得退掉，因为它是让你的肤色从里面到外面黑的，它是一个助晒油，实在想快点白，你就不要出门，你整天都在被窝里待。咋了？我现在比你黑了，高兴吗？你笑一笑。笑开心点，我换件深色。你觉得这个有用吗？至少不显黑。买衣服干啥呀？我觉得我穿上之后特别像本地人。确实，我们今天看那大爷也是这样。今天吃糟粕醋火锅。我们真的一白遮百丑啊！你看我俩肤色对比。你在我身边好显白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是我感觉任何人在你身边都会很白的。你的脸现在光下特别健美吧？要你多嘴，黑胖玩水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难道单压也算压？你把头埋下去，看看他能不能给你的黑的洗干净。怎么感觉黑了后人都猥琐了？
干什么？没有看你这扣子，我想把它。我给你带你最爱用的西木源男士专业三件套，用这几吧。感觉洗掉了，干涸多少皮肤，就算晒成这个鬼样子，还是滑滑嫩嫩的。该说不说，郭宝皮肤真好啊！这就是郭浩坚持用了三件套的效果。那你洗吧。赤裸裸的劲啊！不就觉得我比他白吗？给我衣服都撕烂了。发展到这一步，性质已经变了。其实呢，我这趟过来也带了点椰可碳。原本呢是想和王小果玩一堆关于椰可碳的小游戏，但是现在我决定把这些椰可碳换一种方式送给王小果。我特地从婚庆公司搞了一堆这种特别大尺寸的马卡龙气球。第一步，先把两个气球套在一起，双层的，够厚，往里加东西根本不会被发现。第二步，倒入一整盒椰可碳，象征满满的诚意和爱。再把气球打气叠插，咱们的盲盒就准备好了。我特地准备了三个一样的气球，大家可以猜猜哪个里面有惊喜，哪个是空包，在屏幕打出你支持的颜色，最后给他们悬挂起来。计划开始，朋友们，上来上来，有好玩的。上来了，啥玩意儿啊？这叫盲气球。啥叫盲？就是三选一，里面有一个有奖励。秘密啊，这能告诉你？钻戒。有重量的，你分析一下，你觉得哪个最有重量？今天那个。有重量，你看看上面粘它的那个状态。那应该是紫色的，是吧？你这个紫色外面明显经过一些打磨。啊哈哈，有规则，你坐在那个浴缸边沿上往上戳。啊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啊，那行那行，好，开戳吧。先从紫的。定了啊？确定了？我没逼你啊。那我有点怕，怎么办？怕啥呀？我就对未知东西我会闭眼啊。那别戳着我眼。没事，你闭上眼睛，你每个都闭上眼睛戳。怎么戳不动呢还？哎呀，选错了有点惩罚也是正常的，又没弄脏你，没弄脏我。现在二选一，机会更大了。肯定是这个，所以我第一个说蓝的，你那么激动，肯定是这个。嗯，你试试。你笑笑笑笑个头笑。玩不玩吗？玩，我不喜欢退缩。啊，来来来。那去吧，最后一个了。你叫 CPU 我吗？我怎么叫 CPU 你？我进你的圈套吗？你相信我一次，真的。你留着万一不是奖励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你当我的狗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当狗一天。可以，我当你狗一天，好好好，我费心费力准备的，真的。咱们最后信一次。嗯，闭上眼睛，看是不是正中的。怎么能戳呀？我哪知道？狠狠戳了啊！狠狠戳吧。哎呀！你才行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说到做到，万，赔我一千万。你把自己抹匀了。你看我手上全是，为什么粘附性这么强啊？还不掉？咋了？有啥意见？哎，那总比我脸上这个粘附性弱一点吧？是不是？想报复呗？你被我整成了，你生气，不服？现在换我显白了啊！我现在比你白。你再抹匀点。它抹不匀，那是粉儿。来，我帮你。照样美丽。哎呦，那就别扯了。觉得我好看，扣一；觉得他好看，扣二。我家照样好看。玩啥呀？你抖一抖。咦、我专门选的浴室，一会儿咱们直接用水冲，好吧？你老几啊？我配跟你一起收。对，你不配，但是我恩惠，我让你跟我一起收。我说嗓子哑了，他不敢大声骂人，他只能呱。王小果洗脸呢？我拿洗面奶。你也可以用西木源呢。西木源这一套就是水乳加洁面，一套搞定，清洁控油，保湿焕肤，解决咱们男生夏天脸爱出油、爆痘、黑头、毛孔等皮肤问题，既实用，口碑也还超级好，让不懂护肤的男生也能一键毕业。像我这种不懂护肤的糙汉，你现在都能做到每天啊洗洗脸，用水乳。它这一套呢用法特别简单，就按照我这个步骤一步步做就行了。第一步，用洁面乳洗脸，洗出来呢就像浓缩的炼乳一样，很好搓泡泡。里面有专门针对男生的6:3:1氨基酸配比，上脸很舒服，还可以疏通堵塞的油腻毛孔，可以洗掉脸上的脏东西。洗完脸呢就会感觉特别清爽干净。
并没有油光，很适合大家早起上班上学用。第二步，极光黑岩山水大概倒出来这么些，质地非常的清透，拍拍就行，上脸基本是秒吸收，味道就像是森林里木香味，像王公墨就特别爱闻，里面专门加了极光黑岩山精粹，控油能力非常好，疏通了油污，其实也就不那么容易爆痘了。很多男生其实跟我一样有毛孔粗大的问题，它可以帮忙细腻皮肤，看这碗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。最后一步呢，就是这个全能乳了，挤出来也是这种乳液状，抹开有点凉感，也是一下就吸收了，直接在脸上抹开，会感觉脸上特别舒服滋润，还不会闷脸。这一套呢没什么可挑剔的，作为不会护肤的男生，第一套护肤品可以冲一下。我本人呢是已经用了3-4套了，虽然我经常熬夜，但我每天都在坚持，皮肤真的细了很多，脸上也干净清爽了。现在点击评论置顶还有领券，整套到手也就200多，而且他们称作过敏薄退，售后完全到位，夏天需要的兄弟可以冲一波啊，良心推荐。本宫的皮美了。来南山啦，先秦淑女步素，步步有态度素，这个特别像我爸妈的图像。咱不是有句古话叫福寿南山吗？希望我爸妈你爸妈我们俩都身体好。还有各位观众的爸妈，大家身体都健康。